走进出口就通关，我进一下试试。别再进来了。啊，明白了，就是让咱们找出口。看这关，红色的肯定是出，哎，不对，次有变化，走进出口就不通关。差点上了当，这玩意儿是销毁。那正确的通关方法很简单，撞开墙从旁边走过去。哦，我来。下一关，大胆向前冲。果然不能相信地图内任何一句话，咱们回头检查一下。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这墙上有缝隙，藏得够深呀，原来是个暗道。来了，这一关又变花样了，三扇门三选一，闲人免进。我不是人，我是个蛋，所以我能进。滚出去！那来第一扇门瞅瞅，没啥东西，有个坏掉的马桶啊。我又懂了，利用水柱来到旁边的这一扇门，你看，果然在这儿。过来呀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石狮子肯定有问题，先试探一下。走。第二个一动不动，不太好猜，走右边试试。好，就这。第三个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左右肯定都是机关，难不成？果然是假的。接着看，碰到花环即可进入下一关，有两条路，蹦床和石板路，我选择不冒险，蹦床指定是假的。走走走走走，骗。怎么到处是坑，石板路也有机关。我他妈来了。 OK， 拿到花环，走进出口，来到下一关，趣味关卡，看左走盲右，左边有路，右边没路，意思就是按照左边的位置摆放过关呗。瞧好吧。我又来了。下一关出口被激光堵住，旁边有石块。哎哎哎，啥叫石块啊？又在耍我，全是摆设呀，身后还有一大堆，咱们挨个试。拿来吧你，藏得真够深呀，用石块挡住机关，成功走进出口。我就不信你还过得去。那有啥不能过的，这一关没有阻挡激光的石块，咱们四处找找，肯定有隐藏的通道。你瞅瞅，这不就被我发现了。来了，不要碰岩浆，熟悉的套路，不碰咱也能通关。我又来了。哎呀，玩阴的，差点被打下去。来了，老弟。OK， 来到下一个趣味关卡，三选一，刺路、水路和岩浆路。那俗话说得好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我走刺路，你看假的吧？等会儿，不对，我该咋蹦上去啊？那再试试岩浆路。好啊，也是假的，染个红色就想冒充岩浆，做梦呢。哎，不是，这又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怎么像是个下水道？我们要爬上去。奥利给，干了，兄弟们！ Two thousand years later， 家人们，这怎么不玩智力，改玩体力了？偷袭！这回当我没说。没事，咱慢点走就行。试探出来一个，你的机关也不行呀。滚！去你呀！坐上去你就赢了？真的假的？飞起来！手欠，明知是假的还要上去坐。蠢！走！真正的出口在后面。恭喜通关成功！这次总该是终点了吧？等会儿，这哪儿啊？巧黑屋。不是，合着我又上当受骗了呗？怎么还是个连环套呀？